哎呀，菲儿小姐果然比那些网红有气质，难怪赵总专情呢。<笑>菲儿，你看蓝总这么欣赏你，还不赶紧倒杯酒，感谢一下。蓝总，谢谢。 哎，对了，赵总，有件事啊，我得跟您赔罪。那天阿显来找我，我呢看他给您抛头抛的挺勤快的，我就忍不住想逗逗他。我说什么时候啊，你也来陪我打场球，我就立马盖章。<笑>哎，我可不是故意为难你们德聚啊。没事啊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用那么见外。赵总，来。 来，蓝总，继续啊。嗯。怎么了？都在这儿干嘛？累了？那个蓝总一直占我便宜，你没看见？菲儿，你以为我为什么带你过来？ 蓝总是我的客户，他喜欢你是好事儿。你已经不是云端公主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他就是有点累了。来。 我们大家继续喝，来来来来来，蓝总，你慢点。嗯，真好看。啊，你喝醉了，坐。来，来，来，蓝总，你喝多了，我好歹是明轩的人。压我，拿他压我，你以为我怕他吗？ 这是项目的原始资料，赵总，要不要直接销毁？留在我们自己手里面就不是把柄，不用销毁，至少还可以牵制一下各方。我来送茶。
林轩，喝茶。茶就不喝了，我肩膀不舒服，过来帮我按。